那现在想怎么着啊？是要分手啊，还是想试着往前走啊？我不想分手。你呢？我也是，就是想解决一下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彼此的缺点吧。你们啥彼此的缺点？你们这日子过得太乱了。这个男人好像不应该是你心目当中要的那个男人吧？反正就是，刚开始就觉得他特别老实，因为我就是特别强势。啊，双方的父母都见过吗？见过。打算啥时候办事儿？本来是打算今年年底的。为啥没办？因为吵架了。不结婚了是谁提出来的？我说的。得嘞，今天两个人来了，你们帮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一起。这个任务重了啊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一下女生，您是不是认为您的男友有点社交恐惧？